动小狮子。太空小狮子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，小蝌蚪说他们家刚到了旋转木马。小狮子扭头看我说要亲了，咱们俩现在赶紧收拾一下吧。设置好了目的地，准备从地球出发，我又想起来应该去商店买一束花。小狮子扭头看我，人类真是麻烦呐，快点搞定，我想快点到达。启动了旋转木马，彩色的灯眨呀眨，跟着音乐转着圈，好潇洒。小蝌蚪坐在后面，今天却一言不发。小狮子问你怎么不说话，我在练习呱呱呱，却说不好呱呱呱，难道我不是真正的青蛙？小蝌蚪别太着急，你还有我们大家，伙伴们一起练习陪着他。小狮子呱呱呱，小兔子说不好，呱呱呱。